一个满脸写着不服的中年男人走出监狱，这不是他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名字叫不服，是一个黑白两道都臭名昭著的混混。刚出监狱，立马联系了以前的小弟，去一家干洗店打砸了一番。这里原本是他的地盘，可由于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于是被人两面夹击，送进了巴黎子。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一个干洗店，至于黑帮在这里夺来夺去的吗？他们的衣服到底是多脏啊？其实大家别把黑帮想得太高级，说白了就是一群地痞流氓。不是所有黑帮都拥有高级俱乐部、歌舞厅、夜店之类的。征服的原型石家庄老大张宝莲，也就是个给游戏厅看场子的。昨天你砸我的洗衣店，明天我去你的小笼包店吃饭不给钱，都是这么的来回折腾，都是下三滥。不服出狱的消息传进了沙河帮高层永强耳中，当年正是他用计将不服送进了监狱，也是他接管了干洗店。永强一直为码头的扛把子孙叔办事，实力出众，智谋过人。听到自己曾经的对头出狱，他马上采取措施与不服见了个面。二人相见并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一桩生意。他们之间有怎样的瓜葛呢？故事要从几个月前说起。这个城市的地下世界有两个帮派统治，沙河帮老大老孙头主管码头运输生意，另一边则是一帅帮老白头盘踞在城市之中。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两个帮派之间的摩擦不断，而不服就是一帅帮的最强之矛。眼看对方越闹越凶，永强询问了老孙头的意见，要打要杀你一句话。也许是老孙头年事已高，明明是人家欺负到头上了，可还是想着息事宁人，先去和人家谈判。没办法，永强只好孤身前往。这是二人的第一次相见，眼看来人身份不低，不服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是个只有蛮劲只会胡闹的蠢人，刻意把事情闹大就是为了让沙河帮的话事人过来谈判。他要借用老孙头的码头为自己贩卖白粉的生意寻些方便，这其中当然会有老孙头的好处，基本上就是坐着收钱的好买卖。相比于干洗店和游戏厅的收成，毒品贩卖可太暴力了。听到这话，永强有些心动，虽说他在帮派中是一人之下，可实际上已经跟了老孙头20多年了。相比于同时期的兄弟们，他是混得最差的一个，不仅没攒下什么钱，还在赌场里欠了很多个 W， 所以听到贩卖白粉中的巨大利益确实有些心动。但可惜的是，老孙头那里有着严格的帮派规矩，不允许做红线以下的买卖，而这次永强是代表老孙头来谈判的，所以只能先拒绝了不服。这段与教父的剧情非常相似，老孙头似乎就是那个恪守规矩的科里昂教父，但显然他的对手可不是什么有底线的好人。眼看永强拒绝，不服决定继续搞事，搞到你服为止。他又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小弟来到永强的酒店，用叉子捅伤了一名服务员，直接闹出了刑事案件，让整个酒店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再的退让是不可取的，再软的柿子也会咬人。老孙头直接下令让永强做掉不服，以前这种小事只要带着刀杀过去就行了，黑帮解决事情就是要么你倒要么我倒。可上次的谈判让永强有了别的想法，他抓到了一名不服的手下，此人曾经因为小偷小摸被不服赶出帮派，在永强的威逼利诱下，他说出了不服的藏白粉地点。达到目的后，永强不能让人查到幕后黑手，索性就解决了这个叛徒，这是所有黑帮对付叛徒的通用手段。第二天，叛徒的尸体被扔在了不服的仓库门口，警察同时拍马赶到，从里面搜出了大量白粉，不服哥喜提10年有期徒刑。作案之后，永强与自己曾经的几个兄弟打了招呼，其中一人名为阿贵，是永强孤儿院开始就认识的好兄弟，二人一起长大，一起进入黑帮，只是永强选择了老孙头，阿贵选择了一帅帮。可如今永强还是个身背巨债的该溜子，而阿贵已经是个有豪车有司机的骨干成员了。眼看自己曾经的兄弟如此成功，他心里是一万个难受。就好比你和室友同时大学毕业，你费尽千辛万苦找了个996月入3000的工作，一联系发现室友傍上富婆了，有房有车有公司，那可比杀了他还难受。于是醉酒过后，永强决定勇敢一把。老孙头这种恪守道义的玩法虽然听起来不错，可实际上只有老孙头一个人能赚钱，底下的兄弟一个比一个穷逼。他希望利用老孙头的场子干点别的买卖，而老孙头看在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份上，也就答应了。永强马上联系了道上的熟人老金，二人商量好了一个新项目，那就是地下游戏城赌博老虎机，性感荷官在线发牌。在当时那个年代，老虎机还是个稀罕货，地下赌场的生意一开业就火爆异常，没几天就赚得盆满钵满，福如双至。刚刚稳定了事业，又有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永强的一个小弟小光出狱了。这个小光身份不一般，他是永强女朋友的儿子，这个身份正常人看起来可能有些尴尬，但在黑道上这种事情可太正常了。永强一直对小光照顾有加，而在小光心中也早已把永强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小光这个人的智商不能说是聪明绝顶吧，至少也能算得上是人智未开。
来。在他眼里，永强和他妈睡在一起，那永强就是他爹了。如此单纯，只能说已经到了人尽可爹的境界。小光一直在帮着老金卖酒水，也算混得相当出色，只是由于地下赌场越做越大，自然就会有人开始眼红。这就不得不提起一帅帮的老大老白头了。他一直想吞下老孙头的码头势力，可奈何自己的干将不服，被送进了监狱，只能让另一位干将阿贵去想办法解决的老孙头。阿贵心里面当然一万个不乐意，他知道想要做掉老孙头，就不得不迈过永强这个坎儿。二人兄弟多年，实在不想刀剑相向，可老白头这次却下了死命令。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前程，阿贵只能亲自下场。很快，永强就收到了消息，小光看守的一处仓库被人袭击了，合伙人老金火冒三丈，当场就要找回场子，先打一拳，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遍。老金当晚就带着小弟把一帅帮的 KTV 砸了。可永强的生意才刚刚起步，他不太想直接与对方看战，便想着先和一帅帮和谈。可当他看到阿贵代表着一帅帮坐在对面时，才反应过来，这绕了一大圈都是为了自己。阿贵也不藏着掖着，开门见山就要分永强赌博机的蛋糕。永强自然是果断拒绝，和一帅帮这些老油子合作，说着好听，谁知道啥时候自己就被扫地出局了。谈不拢那就打，在老孙头那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永强，太熟悉帮派火并了。那种一次叫几十号人一打死一片的，看似惨烈，其实完全不能触及一个帮派的根骨，死的都是黑帮牛马，死了一个还有无数个，只有威胁到后面的大佬，他们才会真正的害怕。所以要想打赢战争，那就必须进行斩首行动。永强的行动力自不必多说，没过几天，一帅帮的几个头目人就被绑到了他的面前，他一个一个把人处决掉。到了阿贵这里却犹豫了，二人毕竟是从小到大的好交情，而阿贵为了保命也跟永强说出了一个惊天小秘密，他一个小小赌场怎么会引得一帅帮大佬亲自下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老孙头手上的码头，而且合伙人老金也是一帅帮安排进来的。从老金最开始接触永强到做大赌场生意，一切都是为了分化老孙头的实力。毕竟永强作为老孙头的猎犬，实力强劲，在一帅帮眼里是个大麻烦，而老孙头那边也不是善茬呀。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老白头的计谋，他故意让永强做大，同样也是为了让永强去吸引一帅帮的火力。两个狐狸精都在互相算计，只有永强夹在中间傻傻的当枪使。听到真相后，永强念及旧情放走了阿贵，可他不知道他已经犯下了黑道最严重的错误，没有斩草除根。阿贵回到一帅帮后，立刻请求老白头做掉永强，完全忘记了刚刚永强放过他的恩情。老白头也不含糊，直接动用关系将不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不服果然是把尖刀，一出来就蛮横地找回了场子。听到不服出狱，老金马上和永强商量，要不咱们去和谈吧，之前的条件也不是不能接受。永强就迷糊了，你之前的狠劲儿呢，不是先打一拳吗？没想到老金咔嚓一下把自己的衣服揽开，露出了里面的伤口，以前我确实先打一拳，然后就被不服揍成这逼样了。不服这家伙没脑子啊，15岁就敢杀人，不服的威慑力直接把老金给干没气儿了，甚至退出了赌场生意，将不服丢给永强解决。而这个退出赌场的决定又都是阿贵的安排，他许诺事成之后把码头的所有酒类生意都交给老金。这一次他不仅要解决永强，还要顺手解决不服，不仅让老白头拿到码头，自己还能成为一人之下。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可以说混黑道的无一不是老谋深算，所有人都在算计，大家平时看到的莽夫基本上活不到第二集，万事俱备，就差永强惨死在黑帮火并中了。然而永强偏偏就不死，他当然也能看清其中的门道，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前来寻找不服，把一切原委都告诉了对方。现在你我被两个黑帮大佬架在火上烤，都被别人当枪使，真要是打起来，咱们俩肯定伤亡惨重，不如先停手吧。大家别看不服傻大憨粗的，但自谋过瘾呢。他给了永强一个更优的选择，你去把老孙头做掉，然后接管码头，反过来再投降一帅帮，这样不仅老白头得到了码头，你还能获得不错的帮派地位，老金也有钱赚，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显然永强对老孙头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跟了20多年的大哥，于是他带着问题直接来找老孙头，如此局势你打算怎么办。此时永强对老孙头依旧忠心耿耿，可没想到自己为老孙头着想，换来的却是老孙头的一阵数落，现在这个局面都是你的错，你要是安心在我手底下继续干，哪会发生这么多事儿？不就是每天打生打死赚不到钱吗？这一点小问题就不能自己克服一下？而且要是你当初狠一点心杀了阿贵，那么一帅帮一定会有所忌惮。一席话把所有问题又推给了永强，让永强憋了一肚子气。接着更憋气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小光又出事了。之前紧张的时候，永强就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行事，可没想到小光的女
朋友在酒吧被人打成重伤，气急之下他冲过去报仇，却被早就埋伏好的人当场捅死。等永强赶到时，小光已经倒在血泊中，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对着永强叫了声爸爸，就死在怀中。这一下将永强与对方周旋的心打乱了，他彻底心灰意冷，丧失斗志，选择与一帅帮和谈，可没想到对方直接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是地下赌场与码头全要。赌场好说，可码头永强说了也不算呢。就在这时，永强接到了小弟的电话，杀小光的人找到了，严刑拷打后得知幕后真凶的名字叫阿贵，自己又被好兄弟深深背刺了。谈判桌上，永强果断一刀刺激了阿贵的手，可对方也是有备而来，将他一棍子敲晕，醒来时已经躺在了艘船上。阿贵同样没有下杀手，还了永强的一命之恩。阿贵给了他两个选择，加入一帅帮或者坐船去俄罗斯。随后阿贵又开始斩首行动，将老孙头捅伤了，相信码头很快就是一帅帮的囊中之物。但万万没想到，永强选择回来，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决定放手一搏。他拿着当初藏起来的白粉找到不服，虽然你不服有枭雄之姿，但我永强也有大地之能，不如咱们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整个地下世界不都归咱俩守护了吗？听到永强的疯狂计划，不服的脸上也露出了邪魅狂狷的笑容，就这么办。随后永强找到阿贵，说自己想明白了，在哪儿混不是混呢，以后我就是一帅帮的人了。看到永强投诚，阿贵也很开心，带着他去参加了一帅帮的高层会议，也就是分蛋糕大会。一帅帮已经把城市的咽喉要道打通，那么从此之后白粉生意再无阻碍，赚钱那肯定是哭叉哭叉的。就在大家激烈鼓掌的时候，永强哭叉一下把手枪拿出来了，一枪就把老白头的腰子干碎了。怎么回事？进场之前不是搜身了吗？永强的枪是怎么变出来的？这当然得靠不服的帮忙了，不服是一帅帮干部，没人搜他的身，所以他就交给了永强一把枪。怎么老白头、老金、阿贵全都没有犹豫，一枪干掉。박사장이게뭔짓이고이러면진짜부산바닥에피바람이불겠는데니감당할자신있나？被枪指着的人是一帅帮二把手，永强说道：“老头子们的蛋糕太大了，咱们做小弟的吃不饱，怎么样，副会长？你想不想吃大块蛋糕？”这话说完，一帅帮二把手也果断地把老白头抹脖子了。就这样，整个城市被不服永强和二把手三分天下。谁能想到呢？永强最开始的终极目标只是把赌债还了，然后赚一笔钱去开个民宿。毕竟有爱人的羁绊，还有个干儿子，也不可能每天都刀口舔血，马哥果实。可是随着一步步被黑道同仁算计，一步步被逼反，他的干儿子死了，陪伴多年的女友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了无牵挂的人。做事没有了后顾之忧，那还不一跃成王，取而代之？至于跟了20多年的孙老，永强对他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是亲手捂死的。这就是一个老牌黑帮从忠义无双蜕变成利益至上的故事。这个世界不是讲义气的人取得胜利，而是混蛋才能胜利。忠义之人被社会大众普通道德价值观驱使，他们总记得我应当如此，但混蛋代表着遗忘、解构、重塑，他们把一切道德法律都忘掉，重新塑造了自我最舒适的价值观，超出常人，但逻辑自洽，混蛋的逻辑也自洽。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现实世界中有好人有坏人，坏人活得也很快乐。大家也别着急骂，想明白了你就成长了。再见。